宣旨。这众臣听旨。数学课代表，统共有你们五个，朕不得不罢免。王红，语文课代表，朕不得不罢免。王旭，看看这七个人吧，哪个不是？不要撕裂你。哪个不是？听大姑娘，听大小伙的了。哪个不是朕的？李红刚妈妈，他们眼睛都瞎呀！朕不想要命了，就退弃我。校长把江山交到丁黄刚手里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，朕是太让失望了。朕有罪于李小刚，愧对吴丽玲，愧对丁黄刚妈妈。朕恨不得不回家去。还有你们，虽然个个挺厉害的，站在干岸上，辣条子呀，就那么考试吗？朕知道，快中考了，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不要脸。你朕劝你们一句，都把自己的数学练习册翻出来晒一晒，洗一洗，收拾下来。